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兵。在广州的老城区有这么一家老店，人气超火爆。由于顾客比较多，有时候呢还需要在大荣下用餐呢。这家店是由几位热情的阿姨，在西关的老巷子、旧房子里开出来的美食。虽然环境奇特，但是出品却惊人的美味啊！不仅食材新鲜，味道出众，而且分量十足啊！作为老吃货的我，这种店怎么能放过呢？从长寿路地铁站 B 出口出来，跟着导航走一会就可以到这里了。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看到非常多的客人，吃的可是相当的投入啊。朋友们能看到，这家店就在老巷子旧楼房里面开的，没有花哨的菜式。几十年不变的就是牛腩、牛山新鹏加特殊的酱料，大份嘅牛腩粉，一份牛三星，三星大啦，都系大嘅。喺度食，总共37.5。食材呢就摆在这里，厨房就在旁边。要咩菜啊？我冇菜嘅，冇菜。我冇加餸啊。河粉定米粉？河粉啦。喺度食。大啦，一个大腩河，大三星河喺度食。点了我最爱的牛腩粉和牛三星。大腩河、大三星河喺度食。牛腩粉、牛三星 ，YYDS。要唔要咸酸？咸酸韭菜嗰啲必配噶啦，都要啊。没咸酸配的牛三星没有灵魂。朋友们能看得出来吗？它的食材可新鲜了。靓女，你喺度做咗几耐啊？大过你。大过我，肯定大过我啦。43年啦。43年啦，差唔多有两个我咁大咯。40年咧，系啊，应该条件，唔得啫啦，大过你，大过你啦。阿姨，你真会聊。啊？有咩粉啊？咩要个吓？大腩，呢个抖音啊！大腩菜河粉，食粉啦。大腩菜河粉，有啊！呢啲好食噶，野味啲啊！你落唔落啊？落少少。他们家的酱料必须加。混酱啊！系啊，一齐咁样。我都睇紧面粉呢边，即系好多酱煮啊。加少少啦，都加少少。混酱？混酱啊！呢个。得啦。我唔混酱啊。你唔混酱。这个是汤粉老店的标准配置啊。嗱，喺棵大树下面噶。咁个环境，好大兜啊，两兜嘢，我要嘅都系大份，一个牛腩，一个牛三星，即系睇起身超大兜嘅呢兜嘢，这份量就大到离谱。上面的酱呢是混合调出来的，味道很香，很浓郁。牛三星主要就是牛心、牛腰和牛肝，这些食材都切得挺大片的，而且特别的新鲜，处理得很干净，基本没有异味了。加了咸酸和韭菜之后呢，味道特别的鲜甜。这个汤我想用两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鲜甜呢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真的是非常好喝。这一大碗是牛腩河粉。这牛腩炖煮的十分入味，你睇下呢个牛腩，真香，哎呀，正，好入味咯喎，睇到，系嘛，火候十足啊，真系，哇，正，粉，河粉，好滑啦。在广州地道吃货眼里，环境都是虚幻如浮云的躯壳，无上的美味才是灵魂呐。就算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店铺的生意依然十分的火爆啊！在这里，你能感受到非常浓厚的市井气息，食客们也比较随意，亲民的价格，加上茂密榕树下的天然用餐，美味的出品最后直接光盘行动了。恩州南横街，这里吃的是味道和情怀。这家店还有个别名叫屎坑粉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过来试一下。好了，我是大兵，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关注我，带你们发现更多美食。